着海的声音，好美啊，好想你们啊，大家好。看几点了，这个日头还那么大，就知道今天的温度大概有几度。好美哦，以为夕阳已经出现了，想不到还不是夕阳的时候。我现在在兰屿的野游村，很漂亮。今天刚到兰屿的第一个夕阳，好漂亮。等一下准备下海了哦，听听这个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，好美哦。大家周末愉快哦，等一下会陆续把照片传给大家，因为有时候网络会断断续续的。好漂亮哦，其实台湾真的很美，根本不需要到国外去，台湾就是最好的旅游胜地，语言又会通，好美哦。等一下陆续帮大家拍夕阳，今天的海浪很大哦，好美哦。好，先下海了，晚点联络哦，拜拜。